同时拿 FAK 的角度来说，那我只能说确实。你想一下，凯文拿卡马，凯文拿个卡马在下路丢，那画面太美，太怪，有点怪怪的。那画面太美。但既然阿里开给我了，吉米也好像没有什么不拿的道理啊。五胜零败的阿里，是的，虽然有陷阱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三步。阿里，你拿我第一把把你打爆，你直接人马了。你说 CFO 已经在挖洞了，对，就看这阿里会不会跳进去。是的。阿里搭配威尔哥还是非爱吗？其实也都还不错。威尔哥打猪女确实是蛮好的 counter， 我觉得，而且配上凯韵的硬辅的话，其实是不错的。但是最后凯韵则是拿出了辅助瑞尔。两边以下半部的话，前面可能会比较偏发育一点，但是来到了中期，其实 MN 他的作战能力恰恰是更加强势的。那当然 CFO 就以猪女配合上面来讲，他们的上中野也能够打出一定的作战能力。这也是吉棉前面所做的防备是有起到效果的，那卡萨也只能无奈继续刷野清到，但已经没魔了，算进去啊。对 ，ID 游戏，这个真的是 ID 游戏，我觉得。加上了猪女之后，感觉是不同层级的。对，最后卡萨是拿下了三重。他们这个阵容基本上打不过对面，就是要打一定输。但卡萨一下来变成河蟹的争抢战，先给了个幻玉，想要再留吉米恩 ，Gory 正在路上，但两边只是。隔着对望甩了一个大绝、okay. 这么好就是因为偷他的大，然后永霜把 Q 点高很猛，抓到你咯，一剑想要把他冰起来，先开了一个反击风暴，杀不了，但后续的冰冻层数没办法给上，主要是没大，这猪女没大，正面顶到，但是一剑避免了一波杀击，但卡萨靠着上半部的推线现在要进来找人了，而且中路是先推的哦，局面这也没大，基本上打不了的。下半部找到机会，闪现上前，硬抓凯文手杀，给到 CFO。结果是下半部先打出破口了，直接加一。对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不知道呀，被蹲了，被绕到了。马儿断腿了，被空中拦截了，跑到啊？这是什么？路上有个路灯，路灯大师倒在路边。哇，他武器掉了哦，很恐怖啊！完了，是不是有人说过这武器是真不行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是被 gank 了、是吗？原来是被 gank 了。哎呦，冰河牢笼甩得很准啊，直接把他送进监狱。闪现普攻划出来，原来经济已经差了1000多块钱。走位，但阿里也迎来自己的强势期，拿出了恶意要打吗？直接硬吸，吸一头猪，搭配幻玉，卡萨还有半血，火扑连击，直接硬锁 Gory， 舍蛇的控制，后面再接上一个四大登场，吉米恩也掉到了残血，赶紧回到队友身边。假的，先给你两条哦，后面会来更残忍，但猪女已经蓄势待发喽。Surprise， 顶到，再给一个 W 技能，回身想冰人，反身再起，凯文也是到场，但舍蛇也过来，一个四大登场，再抬飞两人，12秒，还有冰河龙牢，直接把他又关进监狱里面 ，Rest 再拿人头。两个残血的人在塔下 ，CFO 想要赶尽杀绝，来看一下这波塔杀的配合。一剑先举起了反击风暴，回身再遇，这里二遇，圣莲杀，死前巨二400。靠着六重的威力。蛇蛇也在附近，不过 Gory 已经抓到了吉米恩，往前练到往前，直接要 solo Q 单杀。上下路的失力导致他中路没办法压制，这波是协防被 Gory 蹲了。看到，然后直接飞先上前，轻是有命中啊，不过四军知道直接贴近，第一个甩没中，主要是他太想打了啊。哇，这个练这个不该被练到，说实话，这个不该被练到的，直接逼出闪现。开大绝，这是100换0啊！再转一下，一剑把人晕在了塔下，还有虫虫的支援，又完成了一波单杀，好狠！正常来说，打到两件装的贾克斯就基本上会赢鳄鱼了，但是这边经济差太多了。对，那鳄鱼有点超前，想要抓个卡萨机会，但卡萨直接闪现。中二塔杰利也是无情的不断发育哦。卡萨也是硬的跟猪头一样，直接甩了一个大绝，再搭配瑞空的控制。爬上去，顺原地开店，再搭配大绝的爆发，抓个马儿，凯文赶紧交闪。上半部，下半部还在霸凌环节。
他辅助能动来影响中野，让中野能够取得点优势，然后去协防到上路不要太劣势。但是他下路崩了，就整个全局崩盘，就变成凯文要当最前面的盾牌了。这如果是俊家的 VI， 也许前面不会长这样。我觉得俊家真的他的 VI 是联赛玩的最好的。哦，但现在 Gemini 生气锤上去，锤一个卡萨，卡萨继续扛住伤害，反身一清又清卡萨，能够灌死吗？不够。但后面瞬间爆了一个雷霆万钧，瞬间拿下了 double， 这是一个三连杀。但后面是换掉了一个卡萨，但紧接着鳄鱼是再把人头给拿回，剩下一个 MN 力挽狂澜，两边 AD 的拼枪就顺拿下了跨抓 Q。哇！但是 FAK 已经被 Ace Rest 还有蛇蛇的存活为 CFO 是要赢下这场比赛的终结。你播了吗？我觉得首选猪女蛮好的，真的蛮好的。已经猜到对方伊尔拿拿阿里的情况下，猪女鳄鱼先拿了，而且猪女这个角色其实很大程度上 counter Gemini 了，因为我说卡萨是全能型打野嘛 ，Gemini 在我看来是偏坦克功能型打野，但是坦克功能型打野目前来说